从花莲来的黄蜂军团，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要一打五吗？你们大家都穿黄蜂的衣服，哎，你们是很喜欢黄蜂吗？啊，对，我们很喜欢黄蜂。那喜欢我可以吗？好啊。打电话来的时候，只有一位说要来换轮胎，结果后来变成什么样，你们自己说。我借头 SL， 然后我来电升级引擎、六零弹套。你是为了想要骑我，就是想要让骑起来动力更大、更快的。你呢？刹车皮，我改刹车皮，我换轮胎，还有换刹车皮。那你们从花莲来，那你们骑了多久？六个多小时。你们是特地来全家吗？还是就是刚好路过了？特地来看你。好，那我等一下送贴纸给你们。今天来全家之后，你觉得我们的环境啊，服务如何？很好，很热心解答，服务态度很好，非常的棒。再看下一位有多尴尬。都会很认真的解说，他很努力想出来了。谢谢我们花莲来的黄蜂军团，希望你们下次要再来哦。